伊能静的导演处女作《我是女王》举行首映礼，新婚的伊能静与秦昊也在婚后首度合体亮相。作为导演的伊能静在片场指挥着所有人，却在发布会上跟老公秦昊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，不仅跟闺蜜巫君梅互爆猛料，上演闺蜜舌吻，还把秦昊贡献出来跟别的女人玩床咚。伊能静假装大方出借老公玩游戏，秦昊与演唱嘉宾吉克隽逸大秀亲热台词和床咚，伊能静与郑元畅也即兴发挥演出爆笑版床咚。但避免秀恩爱的伊能静夫妇还是被抓到了恩爱的瞬间，在主演合照环节，伊能静悄悄换位，从中间位置换到最旁边，依偎着秦昊的手臂撒娇，露出小鸟依人的状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是女王不仅是伊能静秦昊公开恋情后的首次合作，两人也暖心对唱影片插曲谢谢你的爱。这首歌是秦昊的第一首单曲，也是伊能静阔别歌坛五年后的首次现身。伊能静亲自为歌曲填词，用最细腻的笔调写出情感经历，让所有的坎坷都成为最美好的回忆。夜宿的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